市腾讯方面介绍，12月1号，腾讯安全管家接到若干用户求助，遭遇勒索病毒攻击。据查，该新型勒索病毒通过加密电脑上的 DOC、JPG 等常用文件，然后利用微信支付二维码进行勒索赎金。据支付宝方面介绍，这款名为 BC2YPG 的病毒首先攻击的是软件开发者的电脑，导致开发者使用某工具编程的软件均带病毒。支付宝安全团队称，针对此类风险，支付宝风控系统早有针对性的防护，即便泄露密码也能最大程度保障账户安全。财经这边是再来说说打击假冒伪劣的事。去年5月份，安徽被捕龙子湖区警方破获了全国最大的假冒运动鞋案，涉案金额达6亿多元。近日，警方对查获的假冒匡威、万斯等品牌运动鞋50万双进行了集中销毁。央广记者王丽，安徽台记者张静亚报道。